今天，网上曝出一组章子怡为《Elle》杂志拍摄的封面，照片中的国际章身穿大红色露背百褶裙，加上她一头乌黑的秀发，真是美艳极了。据了解，章子怡是《Elle China》封面上的首位中国面孔，长发飘飘，尽显东方美女的气质。但是这并不是章子怡第一次出现在《Elle China》的封面上，她相继登上了20周年、25周年、30周年开封面。在另外一组照片中，章子怡并不是走的美艳路线，而是纯白天使的风格。章子怡的头发造型没有改变，还是十分具有东方特色的黑长直，但是衣服却转而穿成白色。照片中的她穿着白纱吊带，露出性感的锁骨和肩膀。接下来的两组照片中，章子怡穿着小V领的白衬衫，有种知性女人的风格。即便是简单的摄影棚内拍摄，都能把她精致的五官刻画得非常动人。网友看完表示，做了妈妈的她更温柔了，但气场仍然不减。